舟，皆为我觥筹交错，谁来挑衅我知己无多，剑与弦歌扬醉到花月婆娑，无意将大梦撞破，又何必唤醒我，反正无人知我多经过，要让时光从此磅礴。王妃请沐足。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奴婢该死，刚刚断水过来的时候忘记敲门了。死什么死的，谁让你断水进来的？贺连轩呢？王爷正在沐浴，奴婢刚刚断水过来的时候才替他宽衣。啊，王妃也要沐浴吗？那我去催王爷快歇息。行了行了，把水放下吧。奴婢告退。这是怎么了？有人入府抢劫了。啊！你这怎么了？你这做法驱鬼啊？对，我就是驱鬼，驱你这个大头色鬼。行了行了。我就算是色鬼，我也是只好离儿这口的小色鬼。你少来，刚刚那个小丫头给你伺候舒服没？你要不再检查检查身上洗净了没有？假如没洗净的话，你让她再给你去搓洗搓洗。哎呦，离儿，你说你堂堂一个燕王妃，你跟你小姑娘过不去干嘛？我就跟他过不去了，我一想到他给你洗澡，你那样，我就想。哎，这是想什么想？想想想。哎呀，我洗澡的时候他压根就没进去，他是不是给你送了一桶洗脚水？是啊，那又如何？那是我让他送的，我就是为了把他给支走。我看那小丫头长得唇红齿白，她那纤纤玉手帮你洗澡的时候，你当真不会动心？皇天在上，我贺连轩今生今世只为冷离一个人守身如玉，就算
别家的蜂蝶如何骚扰，我都如铜墙铁壁般威然不动。哇，下楼了。李二，根本就不想要什么侍女，我也不想要那些金银财宝，连这个燕王我都不想当。轩儿，不要胡说。我没胡说，我一想到这些金银财宝总有人惦记着，我心里就不舒服，我就心慌。轩儿，这都是你应得的，我们为了他们付出了那么多，冒了那么多险，该享受的时候就要享受啊。可是我只想跟你归隐山林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再无分让。轩儿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以后总有一天我们会过上归隐山林平淡的日子，但绝对不是现在。我冷离想要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你现在处在这个位置，就要承受他带来的重量，你明白吗？嗯，我好像明白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个礼物送给你，你看。你不是说你不在乎什么金银财宝吗？不是。你记不记得那个渔猎户？他当时在西山遇难的时候，弥留之际，他还有妻子的信物相伴，也算是含笑九泉了。啊，停停停！你说的，我都不知道你要送信物还是送遗物了，我都不敢要。不是，我这个是什么？是什么是？你就不能说？李二，我看咱们俩甚是般配，这勾玉呢是一对儿，他们俩可以合二为一，正好代表我们俩是天造地设般的一对。我送给你一块，给我一块，就代表我们俩一生一世永不分离，如何？这个好，这个特别好。好什么好啊？你也来一遍。李二，因为你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所以呢，哎，好像不对，哦，对，这块玉特别好，所以呢，你一块儿，我一块儿，然后我们就。是在为五帝封王的事烦恼吗？明日解禁之期已到，我陪你去散散心吧。好，雪儿，你先回房等我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好，那我回房间等你。贺连轩这小子可真是傻人有傻福啊，自从娶了冷家那个丫头，攀上这层关系，一下子成了父皇身边的红人。皇兄，你可知冷离？皇兄知道此女，一个将军府出来的小姑娘，
能让你堂堂大燕国皇子无计可施，我怎能不知啊？皇兄，三弟这刚一解禁就来找您，还望您指条明路啊。所有关于他的事，都让我联想到一个故人。谁呀？谁？任何人都没有你贺连臣了解他。掌中开花温柔似缠绵，万千柔肠对错难分辨，相思如隔夜烟，长相在耳边。